高呆。哦，艾瑞斯20的，看一下护身用的小刀，然后是调查部队专用的小型刀子，太毛茸茸的黑色法式跟一样的锦旗服。那我们这边也先存个档好了，存到下一个。好，先见之明的话，用它来探索。有了，有，就是它。这里黑漆漆一片的。是的，我的话没有问题哦。看来是能用分析穿透的程度的伯尼呢。那么来分析吧，让艾伦小姐在这里分析吧。好。摸摸摸摸。好了，请现在抓住我的手。好。哦。灭打轴，哇，看见了！因为和与我牵手的期间能够共享视野，来吧，我们走吧。好，牵手手，牵手手。哎呦，不行，遇到的怪就要打。啊，不给打呢，好不？这边一定会，哎，没有。哎呦，哦，可恶。这边没有，这边呢？哎，哪个伊？我已经不会被吓到了，娘。好，我们先翻一下垃圾桶。哦，巧克力泡芙，草莓牛奶糖，有了，找到了呢。这个你能吃吗？嗯，我要吃了。很好，任务结束了呢。嗯，对了，艾瑞小姐小时候也是受锦旗队保护的吗？嗯，是哦。那么你讨厌人类吗？嗯，不会，养育我的亲人是一位大叔哦。我们一起探险调查不知名的植物，是个非常棒的人。嗯，跟好人在一起的话，你不是不用被锦旗队保护吗？他被坏人杀死了，他们把我抓到，好像打算要卖到什么地方。啊，对不起，让你回想起讨厌的回忆了。不会，没关系的。奈奥大人与 Bridge 大人拯救了我，所以现在我能帮上他们的忙了。队长大人，他们果然很厉害呢。就是说啊，也被其他龙孩子们憧憬着哟。啊，不过 Bridge 大人有点不太一样呢。嗯，为什么？ Bridge 大人啊，被孩子们觉得有些恐怖而害怕着。恐怖害怕 Branch 先生被小孩子讨厌吗？不是的，我想他是被喜欢的，因为他非常的温和啊。不过他因为他会突然从地板或墙壁中现身，那到底这倒是挺吓人的，让孩子们给吓哭了。我小时候也是被他吓到哭了17次呢。啊，原来是这样，的确如此呢。不过他们两位都是大家憧憬的目标哦，我也必须要努力才行呢。嗯，我要加油。好，那就好，我们看一下布雷特。有传闻说碰到这个影子会被传送到不知名的空间。黑色缎带从龙孩子那里得到，照到光的话会闪闪发亮。好，56等了，也是很厉害呀。我们先存档。好好，有戏。接下来是这个空间了吧。有了。Bright 先生，你可以从这里移动到那边再回来吗？因为这里好像没有太多的黑泥，用我的能力能移动。这样啊，拜托 Bright 先生一边移动一边寻找锁吧。嗯，完了，我迷路了，完全没有在记，怎么办？他应该是有什么规律的吧？完了。好，这两个就是一样的，一直在绕圈圈，然后。完了，进来了，误打误撞的，完全没有在记录线进来了，呵呵呵。
有了，这个要怎么办呢？嗯，他已经成型了，所以吃掉他。有变大吗？重新见识了你的能力，真的很有趣呢。是吗？我觉得 Brent 先生的能力才有趣。是那样吗？妈，我认为能够利用能利用在战斗上的能力就很好了。战斗，打架的意思吗？嗯，因为我与队长的部队主要是与犯罪者战斗。队长先生是如何作战的？诱饵、装死？嗯，队长是使用大剑，因为他的体型很大，所以不容易让你明白，那是特别大的剑。嗯，果然，所谓的能力必须要另外去学。毕竟龙的能力几乎都不是战斗取向的。虽然就像之前说过，我的能力的话倒是可以。啊，是怎么样的？我是障碍物来进行自由行移动，那是除了我自己本身以外的对象也能被影响。因此，如果对方接近时，我会伸长影子，就那样使其潜入。沉下去的话，会到哪里去？想知道吗？不要了。妈，也并不是所谓的马上战斗，因为直到确定对方是完全的恶徒之前，队长都会叫我们别出手。是为什么呢？明明立刻斩掉的话就好了呢。Brett 先生果然还是讨厌人类吗？是啊，你难道不会讨厌那家伙吗？虽然有时候被弹额头，有时候也不陪我玩，而且还说谎，但是尽管如此，喜欢的部分还是很多，所以我没有办法讨厌谁的哦。而且我们去了好多好多的小镇，遇到了各式各样的好心人哦。是吗？如果我能够那样想的一天，这个句怎么念怪怪的？如果我能够那样像的一点能够到来就好。像那样的一天能够到来的话就好了呢。嗯，应该是这样子吧。我会替你加油。好，我们来放下垃圾桶。巧克力泡芙。好。Yes， 这样都找完了。谎言停止活动了，这样就能去四楼了。必须赶快追上四的。我靠嘞！就是一解开锁，黑妮好像就同时崩塌下来了。原来如此，但至少能够让小姐过去对面的话，因为周围的黑妮都崩解了，已经没有障碍了。那样的话，用我的能力把你送到对面去。但是。队长先生，你们呢？就不着担心我们，能救他的只有你，对吧？嗯，知道了，瑞奇先生，拜托你了。就那样，不要动。嗯，好，我们过来了。我必须走了。好，赶快存档。哇！哎呦，睡觉。哎，别挡路哦！哦，三只小谎言呢？我们有，还没有三重火焰吗？我怎么印象中有了？有 plus 的耶，比较强是不是？居然 miss 了。他怎么比较强啊？我不是有很强的攻击力吗？有了有了。哦，三重火焰。好，睡觉。必须要有最大的体力呢。好，等着我，现在就要过去了。但是你有大人，你们怎么办？你要怎么办？无论怎样攻击，他们还是会再生，怎么砍也没完没了。
那样的话就砍刀让他们没有时间再生。 Iris 并非战斗员，不需要太勉强自己哦。就算是我也能做到。好帅。妈，至少能够把他们关起来吧。哇，真的是血。是血吗？是谎言。可恶。我可以移动，不能走这边。等一下，什么嘛？你还没完全被附身吗？打算逞强到何时？啊，是吗？看来要说口说话也很难开口了吗？那孩子早晚也会背叛你，对吧？啊，真可怜啊。我，所以你没有把它消除呢？果然待在黑帮那边感觉很好吧？还是说是打算当成对自己的训诫之类的吗？真亏你能用手套什么的小夹子手法，至今为止还能不被发现呢。这就是最后了哟。哎，喂，你刚刚说什么？我加入了那个帮派。给我等一下，提尔的父母不是因为卷入那个帮派的斗争而去世的吗？是啊，所以才说总有一天要我们报仇。啊，难道说你被威胁了吗？那样的话我们也……这是啥啊？钱，这些足够让你们三人到附近的小镇生活吧。我想他是在问你打算做什么。这么多钱是怎么来的？从帮派那里得来的。待在那里的话，那种数目的钱马上就能到手了。但是你叫我们三人到隔壁小镇，就是说啊，我们是家人吧，同样拥有里奥赫兹的姓氏。替我大哥认为钱比我们重要吗？啊，是啊，给我适可而止一点。你们几个在这种地方也挣不到什么钱，碍手碍脚的，赶紧拿了钱滚出这里。为什么？喂，等等。里奥赫兹，大家到现在还是背负了同样的姓氏。从那以后，我们小心进入了隔壁小镇，也就是这里的保护设施。接着长大了之后，开始了这种活动，只不过是模仿那个绘本里的故事罢了。这只发出特殊超音波的拐杖很厉害吧？是 Inos 做的哟。看来Tio 大哥你也做了相当多的事呢。不要紧的，因为全部都要结束了。我做不到毁灭整个世界，但我至少能够让这一代沉默。太好了呢，你很讨厌那个小镇的任何事物吧？实现了大哥的复仇，也实现了我们的复仇。接下来会变成怎么样的结果？我正期待着呢。我应该要怎么做 ？Effie。我们先存个档。哇，这个血！我还有巧克力泡芙，吃。要吃满吗？我很多颗吧，吃。好，看一下哦，我们的道具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吗？好像没有呢。白色笔记没有。好，走吧。这边是反过来的，那个眼睛，我不太想进去那里啊。这是至今为止对我的惩罚吗？啊，哎，
换艾菲娜了。这次的谎言发出味道了。这边不能回血，所以我们就不要打吧。应该是还好。我靠！对啊，你们看，你们看到窗户那边吗？就那个在动的这个，这个。所以我才一直以为是月亮，想不到原来是怪啊。那这个要打吗？看来是不用的。好，哎，完了完了，我会迷路啊。嗯，左右都不能走，去。哎呀，艾菲，你在做什么呀？赶紧用谎言摧毁这个世界吧！真亏你来到这里，不过看来已经太迟了呀。这跟之前的他不一样。是啊，被谎言附身的话，会迷失自我并攻击其他人，没错吧？大哥他一再的堆积谎言，已经到了让谎言能够产生出自我意识的程度。没错，只要你仔细想想，幼小的你也能够理解的吧。你们不是一直在一起的吗？我必须追逐吃掉他们。办不到的，你已经到极限了哟。虽然不知道完全被附身的他我能不能吃掉，但是我大骗子！我先用技能好了，我先保护全保护。我靠！太强了吧！不行，我没有力量了，他太强了。怎么了？你今天相当没精神啊！再浪费时间的话，今天的点心就取消喽。是平常的他没有改变，我所知道的他。被爱的终结啊，不过与身为背叛者的大哥十分相称吧。结束了，全部都结束了。再见喽，替友大哥。没关系，虽然会花点时间也说不定，我啊，一定会让你恢复原状的，好吗，替友？多么光辉灿烂的这个小镇，如今却被烂糊糊的黑泥所覆盖。至今为止，人一直是烂糊糊、到处泛滥的状态。说不定已经超出我能吃掉的范围了。但是，尽管如此，总有一天我会变得更强，为你吃掉全部的谎言。所以，直到那时之前，bad end， 让你归于原貌。第一次是坏结局呢。